要想的更多，对不对？不能，你不是谁最快，对不对？春秋就好如墨与绸缪，诺冠相邀。你脑袋空了没？虾头，赞。西你写的几个？我先写十一个字。十一，还有九个。我有十一了。你们讲了几个字了？一个，现在几个？去乘不要融化成四五十五了，我就是写的是数字，你脑袋空了吗？空了，你是十四啊？你看现在不行，可能有一个我想到你没想到。几位是落海连波动，要数去狂后先同舟，那里胭脂大漠草浪寒秋，一直明迷漫天方圆不要起我长风万里你才十五滴你也不能偷看啊，你就在那边偷看你，我不知道嘛，我都没偷看你呢，你在那里偷看书。没有书，不是书。我一叫你就赶紧跑过来了。吓死你！你的七只有两。他说你平时比我多学什么？这好多字你是学过，我都不懂。这些简单的字你都学过。那我们结束吗？不要呀！每一个字，人下面加一个横啊。两个人相遇的时间啊，死二十一没有，有二十二，这么厉害，数不准你很看，我看谁就是 S 的妈妈凹凸算吗？你要自己先写下去，这下搞得我也懂了。我看那么懂，你我也不懂，对不对？你不会老是说出来？不是，但是真的不是，你自己写啊，规则你懂吗？我听不懂你写的。你算字还是站着算字？我不懂。你平时写作业的时候就好好写，游戏怎么玩？这么厉害？25。我们结束吧。为琼浆能浇美玉手，只高这青兰口，只归这润英愁，持节或知他不能求，最风格只有以后，不是你想太多了，对不对？想太多你也没有，结束吧。你都赢了，你还不结束？你已经赢了，投降。投降都不让啊！我万一我等会刷刷刷的又想出好几个出来，所以现在我输了，你还这样子想不好？那你等会你继续想啊！今天我不想想，我昨天想。